这是我交给影族长的第一项工作指示，你去把流落到国外的飞扬资产找回来。我一定会尽力完成。副会长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到底是谁叫你做这件事的人是谁？现在是1987年吗？您说我是谁？还能是谁？你是顺阳家的老妖陈岛俊小少爷啊。我回到了1987年我所生活的韩国社会。如果是这样，妈，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到12点，财阀家的小儿子连播2小时。